大会由台湾省妇女会理事长黄武彩莹主持，她首先在会中报告一年来的工作重点，包括了举办会员会籍清查、推行革新运动、响应小康计划、发动仁爱捐献、反映基层疾苦、提高经费补助等。省府主席谢东敏应邀在会中颁发奖状给捐款积优的单位。谢主席也在致辞的时候强调家庭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性。谢主席并且勉励妇女同胞要善尽职责，